在我们现场即将要进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团体，是咸田利家 ONDO 五人。那我们是田利家 ONDO 五人，所在地就是日本名古屋的中川区，是战国时代的武将前田利家的出生地。透过前田利家和武将对战的表演，也展现出传统武道结合现代的精彩创作。而稍待呢，我们就要来欣赏他们的演出。前田利家和五战对战的表演哦，展现出属于传统舞结合现代的创作，让我们看到呢，在这样的舞步当中呢，哎，虽然有点像是武术，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欢欣鼓舞的结合。谢谢，是前田利家 ONDO 五人的表演，ありがとう。